好，我们再看22页。22页，看第一行这边讲哦，他讲这个，然此四相道中纲领，就是指这个法是人处。很多人讲的这人法处事啊，这是呢道中纲领，就是整个呢戒律讲的人法处事呢。它与世悬殊啊，跟世间人的讲的内容是不一样。在律藏出家人的戒律内底所规定的人法所在是无，含世间是无共的。事实上，世间人所研究的也是这样，他们也是。其实我们所学问都在讲这些啊。你看，我们世间人会讲，会你要研究什么？Who？What, how, where, when，有没有？你不是在研究这个吗？谁呀？这是谁呀？有情的是谁？谁在做这件事情啊？这是什么东西呀？研究它，科学家、人文的、科学的、生物的，这是什么东西呀？有情的是 who 啊，无情的是 what，这是什么东西呀？为什么这样子？Why？为什么会这样子？这就是法。在佛法里面就讲，为什么这样子？如何会这样子？How？这是法，研究它的规则，研究它的运作。什么地点？Where？什么时间？When？这些就是在指呢，时间、地点。这个地点就是处啊，它在什么时候会这样子开花结果，或者怎么样？这个人什么时候？可以到这里，啊，这个飞机怎么样？或者这些呢？这些呢？等等的。你看我们一天，四龙宫三就是在讲这些啊，就在处理这些事情啊。啊，但是呢，世间人所处理的内容跟出家人所处理的内容那是不一样的。出家人所讲的，啊，他把它归纳分析的内容呢，那是呢。跟世间人不一样，所以庭佑群生啊，住此万载，时代于此。那就是呢，在引导众生啊，有办法呢，一直在佛法中学习戒定慧。住此万载啊，就是先要在这边的下手，意思就是说要先从戒律下手。戒律是呢，这个我们的第一把。我常常讲，我们的第一把功夫要先学这个，第一个下手处就是先学戒律，所以由下四句呢，是住此意，出名是第一相成立，由诸众生不知空寂，但学虚妄有为之相，难有世间，故云而也。就是世间呢，诶，相中啊，你要用世间呢。引起的方法来给建立，所以世间相本来是空寂的，我们不知道，是虚妄分别的。但是我们还是要先从虚妄分别呢，来把它建立一个规矩。这虚妄分别让它建立一个规矩，可以通往无漏空寂的方向，这样这个虚妄分别就有用。如果这个虚妄分别，没有办法通往无漏空寂、无我所的地方，那这个虚妄分别就不对。所以出家人的建立，他呢虽然还是有那么多条文，可是这些可以让你通往无我所，所以这是有用。那有些世间人所建立的虽然很多规矩，可是呢是呢一些是非啊、价值取向或者是。那个是越来越攀援，但是不对，所以这是有别的啊。所以下面他讲了，
是具名如来顺势立法，就顺着这世间呢来立这个戒法。如来说法呢，其实说两种，一种叫一真谛，啊，如来常依二谛说法啊，那就是敏觉诸法，说这些般若经呢啊，这些呢缘起性空的道理，敏觉诸法。二一属谛，就建立诸法，有时候讲真谛，我是这样属谛，啊。那戒律呢，就是呢属于呢比较呢以属地来说明的啊。那坚持律藏，建立持犯，灭恶生善。那概论呢，按照的俗地啊，你若讲真地，一切拢是呢缘起性空的啊，安尼就无法度建立迄个相状啊。啊，所以我们说唯识呢，他比较讲这个相状很清楚。中观呢，他就直接呢从理性来谈，这两个都要学啊，它是两个轮啊。哦，你先不要来说呢啊，是哪个是最究竟最疗愈？你先不要这样子想，而是它是两个轮子，一定是呢这两个同时才要报，因为两个同时都是往第一地去走啊。戒律也是一样，这两个轮子，一个空一个有，这根走啊是戒律。没有这根走，这个轮子走不动啊。你要学空学有，没有这根车走啊，那个轮子走不动了，因为你的戒律已经没有了，你怎么办法修禅定啊？所以啊，坚持律上它建立持犯灭恶生善，你没有灭恶生善，你哪有禅定智慧啊？所以啊，随行复相，引接出击啊，那这样啊。随这个众生呢，他好要中观，他要为师，他要什么样的相状，好，没有没关系，但是你先要呢有一个灭恶生善的基础来引接出息，这样这个轮子就可以走了。你要修什么经论，一定有办法呢慢慢去深入了。念佛也是这样，是以凡所自戒并托缘生啊，所有的自戒戒律呢都是因为因缘事物，谁呢生出这个过失，上面有这个过失啊，让批评啊，你是为人家做这种事情啊，他说这种话，他呢做这种事情伤害人，好，这样不行，这条街开始所有人都不行，这样做不杀心不道德，一直呢治下去了。所以谁有开这街坊机会，都是防止人家来批评人，还是人呢给我们嫌，给我们来骂，你修行人不是要做好，你才够呢无自卑啊。所以这些呢戒律就是呢法足这个相状啊。好，再看第二三页，下面呢第一行下面说，是知法有知忍之用，忍有弘法之能。咱这个法啦、戒法还是经论，拢有帮助咱修行人的作用啊。人有弘法之能，只要我们能够真正去呢，如理思维、如法作意、如戒修行啊，依教奉行，那你这个人啊，将来你的作为其实就在弘扬佛法。如果我们更有能力，就可以帮助更多人来了解佛法，这样就是弘法。反过来讲，非法则人亡，非忍则法灭。你讲的还是你所行的都不是佛法啦，你这个人也差不多啊，就人亡，就这个人也没道德规矩，你这个人也没智慧，也没禅定，就是因为你没有一个轨度，没有一个道德规范嘛，非法。非人则法灭，人嘛是讲，你人呢，我白讲，我白做，我白教，这个法呢，都我白来啊，都不是真正正法的法灭。所以人法相知啊，自然来能久住啊，久住这个佛法啊。你怎么知道我没有加水呢？这杯是牛奶，你添水啊，你更不知，饮下无味啊。你怎么鉴别它是真的，它是假的？
你就是要用戒定慧，而且第一个解灭的是戒，再来才是用定慧。好，再看，那这样呢，这前面的整个戒律的第二颗啊，咱头前这段呢，就是讲呢，这戒律啊的作用啊，啊的功能啊，啊，会当呢，予咱呢超凡入圣啊，超凡入圣的三圣呢都是这样。我们说呢，这个一切的众生呢，出入三宝海啊，以信为本。你要住在佛家，要以戒为本了。你会当徛偌久，会当呢有法度领受这个佛法的意义呢？就是呢，根本就是理解住在佛家以戒为本，因为你从这边会生出很多善法。那你若入三宝海，那你要先信佛的，先用呢这个谦卑，然后呢去相信，真的是佛法生呢，是我们皈依之处。所以啊，这个它的功用呢，这边在第二颗，这前面这一段就在讲这个意思。好，我们再看第三颗啊，二十三页，这样第三颗，三虐解明义，任三虐之明去。这一段是在讲戒律的明义，戒律的名，戒义就是定那个名，改。律什么意思？什么名？它的定义，它的名称是什么？这一段也是很重要啊、哦！这一段也是很重要。在我们看，他就讲啊：三虐解名义，一比范本聚力三名。这个按照印度话来看呢，概论呢以印度为翻过来有三个名。三个名称，出言比尼，小字讲或云比那也，或云啊比那也就比那亚，这是印度维亚，此翻为律，就翻译呢，我们中国话是呢律，概率的律啊，比尼呀、啊，比尼呀 啊。这个律呢，它的意思呢，如果在下面会再讲啊、哦、也叫灭，也叫调伏，也叫善治啊、哦。那这个律呢，就是四分律里面讲说，即四分十八法中，比尼即律，恶名不并。在比丘戒里面呢，啊、哦，这个就讲到提婆达多了。用十八法呢，非法非律呢，来破这个合合身呢、啊。他说：“佛，你不要，你老了啊，这个僧团由我来当统领了啊。”佛不答应呢，他就去破合合身了，开始说这些呢非法非律的行动作了。那这十八法呢，在比丘戒有讲到啊，这个呢我们就不多说了。所以他会讲比尼及律。那这个比尼跟律这两个名字其实都一致概法，但是这两个名呢没做会来讲，你要讲到比尼就用比尼，你要讲到律就用律、啊、不并就是不并称，没有把它合在一起。又真一中就真一比尼，这也是四分律藏里面，里面呢也有说到说七种律也啊，七种律指呢这个为七比尼，就是指这个七灭真法啊。这比丘呢就知道了七灭真法，这个僧团有是非了，不同意见了，那怎么样把它灭除，把它解决呢？那用七种方法啊，七种方法叫七比尼。所以呢，他的意思就是或以灭翻，就是灭，就是灭除恶非呀 啊。从功能为号，就是这概论呢，会当把这个是是非非啊，改灭掉，还是这个恶非啊，改除掉。这是功能啊，所以中非正义其实不是正式的翻译，正式的翻译应该是怎么样？故以律翻之，应该是这个比那亚比尼呢，啊、哦，就是律。正翻，他就是做教法而翻，乃当正义也啊、哦，乃当正义也啊、哦。
那这个在旁边在旁边看二十三页最后这个扶桑提寺的四里二合，他这边有讲到一个，就是前面那一段的就是出家人要呢四合礼合，就六事和合，身口意戒见力理合就证无二也，就是他所证的真理是没有差别。你不管是修什么宗，修什么法门，到最后一定是证到呢这个出离生死苦海，证到第一谛。那这些呢能证的理所证的真理呢，三证同坐解脱船同入一法性一道出生死没有差别。你不管修什么方法，到最后证到的法性是一样的，但是能证的人用的方法不一样而已所以有各种不同的宗派法门而已，但是你到最后所证的道理境界是一样的所以这是理合所以从事项来看那就有差别了乃至有各部律的差别，各部经的差别但是从戒律来看大致上没有差别，戒律而看法事人处的规定是差不多的。你到泰国去，到了你所受的戒律所运作的大同小异，差不多。泰国人来我们这边，也都差不多，就是适合。虽然你用的方法不大一样，可是到最后证的理合是一样的。所以这些是呢，前面那一段呢，补充的。好，翻过来看24页。这是比拉雅，比拉雅这的律，第一个名称第二个眼思罗此翻为戒希腊印度话就是希腊，就是呢思罗这是呢戒那这个是戒律的它翻译成戒律，这下面会广说为什么叫思罗？这是印度话，这我写一下。这边讲思罗，他这个比那也，他这些都梵文比那也，这些都是梵文还有一个，他三个名称嘛，第三个就是波罗提木叉，讲波罗提木叉这个。波罗提木叉三个名称所以它是呢分别来讲第三个就是波罗提木叉。那现在讲呢思罗是指呢戒，就性善清凉，他讲即六度所说良正可知就是思罗波罗蜜六度这个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那这边有思罗波罗蜜、禅波罗蜜、毗尼也波罗蜜，这些呢禅波罗蜜，还有这个般若波罗蜜，就六度所以良正可知，这个后面会再讲解释。第三个名称就是波罗提木叉，别解脱，处处解脱，防非止恶。你得到一个戒，去修行，到最后就得到一条的解脱，后面会详细解释。那这边呢下面呢这个字句在解释比丘戒里面的犯不犯轻若轻若重这些惨不惨初吹这个十八呢破身法呢，这个我就不说了，这个大家呢
那出家众呢，看比丘戒就会有，听比丘戒就会讲过了啊，怎么样是十八种啊略那个破身法啊。好，再翻看27页，这三个名称呢，我们等一下呢就一个一个解释了啊。这三个名称，丑恶，看丑恶显次第，这三个名称也代表着戒律的三种次第，叫行果。即是显三次第，只是以化始终啊。所以律以化始终，就指佛世尊他教化的从头到尾，就是要我们依教修行正果。三个依教，就是按照呢这个比那也，比那也是律啊，啊，依照这教律，律是佛说的教啊。然后去实行，实行是戒，你的行为要守戒，实行完了以后依教修行呢，到最后正果波罗提木刹得到解脱。所以教行果哦，那佛说的戒是这样子，佛说的教我们说的经论通通是要这样子。所以律则具教，教法教不孤起，必全形象，必然会全定你的行为相状要怎么样是合乎圣人的方式。圣人是托钵乞食，圣人是少欲之主，圣人是呢这个呢这个呢内心呢要常常去净化自己身口意，那你的行为也要跟圣人学。所以啊，他就要解释你的行为，所以戒因之而立，所以你的行为是什么？思罗就是戒，戒不虚因，必有果克。你如果这样子做，不会虚度光阴啊！你这个因啊，真的去照做了，那不会虚度，终究达成你的目标，就是果，你可以得到果。你的果就是什么？圣果。所以可以圣果就是解脱，所以故解脱觉悟啊，觉悟就是舍弃这个烦恼的束缚。罪在其中，到最后烦恼通通断掉了，正果了。所以我们看字迹解释呢，显次第中出标示教行果三不违戒律，一切教门次第皆额。刚才讲的就是教行果，不是只有戒律在讲教行果，所有的教门所有的法门通通是这样。你修禅定修哪一派的啊？你学教理天台显首三论唯识中观，你就用那个教，你学净土学天台学什么空观，你就是用那个教法然后去实行，然后到最后正果，正到了果位，到最后那个法性是一样，只是有权势大小的差别，深浅不同，可是证到的是一样的啊。约的那个法性来看是一样的啊，约深浅当然也有差别啊。所以次第都是这样啊，啊，都是要灭苦断集，修到目灭，都是一样，都是要讲教行果，要让我们能够断苦呢，啊，得乐呢，而且按照呢这个三十七道品，按照戒定慧去修，到最后。目标都是要处理生死苦海。好，这三个名称的次第戒律是这个，我一个一个讲，所以下面就讲次名其一子二。第一个讲比那也，比尼出云律者法也。第一个比那也就是要律嘛，对不对？刚才解释的，这个最主要名就是律，这叫戒。第一个呢，就是比那也，就是律，就是法，教法，为犯不犯轻重等法。那这个呢，就是律典所说明的，就是教权，教呢所解释的。那这个呢，是指第一个名称，它的最主要的律就是指法，
就教法，就是戒律的戒法里面指呢，在说明呢，这个你这个行为啊，犯戒。你这个行为所谓犯，就是这行为呢，不是正确的身口意，不是圣人，不是通往圣人之道的身口意，不对，是轻的罪还是重的罪？那这些都在教法律典里面会说明，就教权。好像我们六法全书一样，好，翻过来看28页，看字迹解释，好，看第一行，四律中初科上句训字，训字就是解释啊，解释这个字，训就解释这个字是什么意思。第一句，这个字这个律是什么意思？律就是法，哦，律这个字就是法，我们说法律，法律就是法，就是指律，律就是指法，所以法的意思就是原来是律，那律的意思就是指法，这两个意思，所以我们把它合在一起来就叫法律，法律，所以律就是法。那法呢是以楷定为义啊，楷定那说法律，那说律就是法啦，那你讲法就是咧讲律啦，就是有一个规矩啊。讲有啥物法，就是有这个规矩，你要按照这个规矩去做，才法度达成这个目标啊。所以这个楷定就是你要有这个规矩，这个规矩就是法。这个方法你都唔对呀，你才法度呢啊做好啊啊。所以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他们讲说呢，四义一切戒本大分为二，所谓戒本呢分两种。犯甲无犯，犯内底阁分两种，轻甲重，所以拢总四种，犯不犯，轻重，啊、哦，我们讲开遮轻重就是这样。所以呢，释义啊，我们讲啊，律藏就在讲开遮轻重，就犯无犯，轻甲重，要哪判别，啊、哦，释义设进比尼大藏。啊、哦，示意射进比尼大藏。那就轻重来看啊，轻的甲重的内底呢，各有分这个因果缺缘开智之意。这个是这个这条罪或者这个行为是轻的还是重的？而且这里面呢是因罪还是果罪？这个呢因罪还是果罪？比如说你要偷盗，你要去杀人，啊、哦，那你准备拿刀子起来了，走到那边去了，后来呢又后悔了，刀子再把它收起来，这时候已经犯戒了，这个行为是错的。你为了要杀人，是不是是杀戒？但是你没有达成，所以这是因罪。不是方便罪，偷盗，那你偷盗呢？你是偷五钱还是偷四钱？直接偷五钱也是果罪，就是它结果是犯重罪。那如果是轻罪，你偷四钱，那个四钱也是果罪，因为你就是要偷四钱。你要偷三钱，要偷一钱，那个直接也是果罪，虽然是轻的，也是果罪。所以我们讲就近罪啊，说讲就近罪啦，然后这些都是你要从这个戒律去了解的。还有缺缘，你呢要就近罪，要果罪，结果啊是犯到这是正罪，但是你欠一个缘啊、哦，你要偷窃物件啊，你就是讲结果呢窃唔到的，迄、那个物件是你家己的，所以要偷窃我窃到个，窃到个。哇，还欠一个缘，你要欠着别人诶，你得还当罪啊。所以缺一个缘，你前面都具足了，因为你去偷，所以去偷了，怎么偷到自己的衣服啊？怎么偷到自己的钱包？我的钱包怎么跑到那边去了？怪了，没欠着，嘛是欠着钱，但是呢欠着我家己的钱，缺一个缘，你呢起盗心啊，这个呢人想啊，这个呢心方便。距离本处，可是呢，根本不是自己的东西，不是他人的东西，所以缺一个缘，或是缺两个缘，
那这个判罪就会有分轻跟重。开智之一，开中有智，智中有开。那这个结罪呢，有时候开了又智，本来是开源。这是比丘戒呢讲的比较详细了，本来是开源，里面又来有智。细笑说，急急说，那不犯戒，可是呢威仪不好，那这个又再结一个小罪。开中有智，智中又有开。本来规定的那不行，但是呢放纵哦，但是放纵里面比如说好淫戒，大淫戒呢或是邪淫戒呢，如果被逼不受乐，入住出不犯，那这样呢智中又开又不犯。你已经呢两个呢，可是你是被逼的，那这样呢你又不犯，因为你不受乐，所以智中又有开。所以这边呢就会有整个律藏就在判别各一每一条的轻重、开遮、持犯、因罪、果罪、缺缘这些等等的事项。所以这是讲教法啊。好，我们看卯二问：于之两藏一名刑法，何不标明啊？你说律啊，你第一个讲说律就是法啊，法律啊，这第一个就是法。你说戒法，难道经论不是法吗？那你为什么其他两个经论为什么不叫法呢？也叫刑法，也是要修行的法。你按照这个部经，按照这部论，也是可以修行的法。为什么只有戒是法呢？所有的圣人教的法都是修行的啊。所以我们看这个字句解释啊。自己讲说，问中以圣人之教，皆修行之法。那讲经论拢是教咱修行的呀，嘛是法啦，靠家己概论尔。而修多罗取观色为目，修多罗就经观色，好像花一样啊，你用线把它穿起来，所以修多罗就线，翻译就线，它是贝叶经嘛。用山给它撑起来，就变成扯的筋啊，让它不会流失贯穿啊。阿比昙就论以西里张明，看29页啊。那阿比昙就论啊，对法啊，那这样也是法啊。阿比昙就是对法啊，对象圣意的法啊，那观照的法，那通通是法啊。怎么是你的戒才是叫法呢？回答，看29页，乘二啊。答：智论云，大智论讲说，于藏所权亦存定慧。这经论它所解释的啊，所诠释的亦存定慧，它重点摆在修禅定，还有分别名相开智慧。这经论的重点啊，他会解释啊，你修定慧，这个定呢也要慧，也要你不能风中主啊，你那个智慧要开，要照见呢万物，那一定呢好像呢要一个房间要有屏风遮住，然后呢布幔遮住，这个烛火啊可以照亮整个房间，要紫光双翼，要有定慧。那你这个烛火要怎么样呢？把它升起来着火，你这个屏障呢，你这个禅定呢啊，要怎么样把它呢锁严禁在哪里？那就是讲经论。那戒律是怎么样？此中显宣戒行啊，为万善之因基啊。那戒律所讲的呢，行为啊，为万善的根本的基础。你要修定，要修慧，如果没有戒律，那你也修不起来。就好像你现在说你可以照万物啊，你烛火要照起来。你这一间房子呢，有漏洞，那个窗户有破洞，这个门啊，有门缝。那个人那边呢缺了一角，就比喻啊你的戒没有好，
你戒律呢有穿有漏有破，这个风一吹进来，你这个烛火摇动，你的定呢没有，看不清楚。这风一吹进来，你的火灭掉了，你没有慧。或是你虽然有定，但是呢是邪定，因为你没有境界，你的戒不清净是邪的。所以外道也有四禅八定啊，但是他没有佛家的境界。外道也很会辩论啊，但是他的方向错误了，不是为了要真正的看透生死苦海。所以你的定慧没有基础，那些都是白费功夫了。所以啊，你第一个方法应该是戒，所以故先取法名，引申后业，就是你没有戒就没有法啊，就没有定跟慧啊，所以我先取它叫做法，就第一个方法是戒，第一个方法就是戒律的律啦。好，我们现在把它分开，就第一个方法就是你要修行的第一个方法，就是应该用律，就是要知道犯不犯，这身口意的安顿在哪里，身心安顿在哪里，你才有办法把这个烛火发亮不动摇，照破万物。不然有穿有漏，你不可能的有定慧。所以我先取法的名。我们说啊，若人啊能持境界啊，则有善法，若无境界，诸善功德皆不得生啊。所以戒为第一安稳功德住处啊，这个《一教经》所讲的。所以咱讲概论呢，是怎呢先讲呢，伊是法了，就是第一个方法，第一把武器，第一个法门，第一个方法是律，就是戒律啊。好，看30页。那这边呢，看第一行这字句解释呢，这个论啊。有些呢，或从法相论在解释法相，比如说如因戒入啊，五因八戒十二入啊，五因八戒十二入啊，这个大家都知道了。或即法门，我这论啊，在解释这个啊，五蕴啊，十八界啊，还是呢十十二入入啊，入啊，还是呢法门四谛十二因缘六度地缘度。就四谛十二因缘六度，你怎么样修苦集灭道，你怎样修十二因缘，你怎么样行六度万恨啊，这论的这教咱，你怎样修这个四谛十二因缘啊，六度万恨啊，或就法体涅槃的道理啊。那比尼布尔中梵本名，比尼呢，它是中国话跟印度话合在一起。复制教犬就是律藏的解释，名相凯定，它的名称呢是已经呢确定了，规矩制度都确定了，是非可否必从文断，怎么样做才对？那你要按照戒律的文啊来凯断来决定，断就是决定，会使安尼做，袂使安尼做，安尼对唔对？故与余藏法义天别，所以跟经论不一样。经论呢，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各宗各派呢大巧玄实，谁呢怎么样用都没关系，好像准则没有，但是律不一样。问：彼法门义义即从教，那经论当中呢也有讲到法门啊，那个论啊有讲到法门啊，那是不是也是从这个戒律来看的呢？啊，从教典来看呢？回答：若做通论来看呢，三教教权啊，并名为法。其实经律论戒定慧通通叫法，广义的就叫法。但是呢，戒引生鬼物异生，但是这个概率啦，伊呢当因得这个众生啊，有这个规范道德的。秩序啊，就是他那个引生鬼，就是他引导众生有这个规范，有道德的秩序，这种义理呢比较殊胜，所以第一个叫法。我们说以戒为师，你如果懂戒律的意思，就是知道
也是以法为师啊，因为广义的法包括戒。但是为什么直接讲以戒为师？因为你如果知道戒律的意义就是啥，戒律就是通达法。我们刚才不是讲律就是法吗？所以你讲以戒为师，其实也是以法为师。所以先具师目，愚虽好法，若故不彰。所以根据这个道理啊，根据这个目标跟范围呢，我要让大家呢知道呢，你要先学这个方法，先学这个断恶修善的方法。所以其他的经论啊，虽然也叫法，可是比较不明显。所以啊，我第一个取这个法，若约别论三明各异。如果约照律上论上所讲的论啊，他有讲法相、法门、法体耶，那就是前面所讲的因界入地缘度涅盘的道理了。好，再看卯三明前二，这个在十五卷呢，若是大本的那个旧版的十三页，卯三明前二，这边就有一个问题了，问：所以前标律者，所以为什么呢？会先讲律啊？换句话说，普通不是讲说经律论吗？你说结局都是律，哎，不是先经吗？我们都讲经律论，不会讲律经论了。你现在先说律，为什么这样子讲？回答：由于出家五宗行拂意识，出家人啊，他的形状、衣服啊，跟世间人不一样，显内法意义。里面呢，出家人的修行人呢，有八正道，里面他有法。这个内法指八正道，或是呢，他有很多呢教法、戒法在身。而外道俗流呢，难统圣机呀。一般呢，有些呢外道或是别的宗教，或是呢，他也剃光头，也呢穿的好像跟出家人一样，无有区别，没有办法区别，就是区别呀、没有办法区分这差别，妙以法除，所以世尊就自戒呢，用这个律法来剪除，来分别他们。你也剃光头。你也来坐在这边，好像也穿袈裟。这外道那时候在佛寺的时候，哎，托钵乞食也有很多人，哎，他们也剃光头，看这样也不错。这些其实都不是出家人，不是正式的佛门的沙门世子。那这时候要用什么样戒法来驱逐他们呢？这个你看31页，外俗那种就偷行啊，偷行就是他也自己剃光头，也穿袈裟，好像出家人一样啊。或是有些人感情忏的啦，那也会这样子。那律上是会讲说呢，十事机警啊，看31页第一行，他说当时啊，这个饥饿的时候，没饭行的吃，伊嘛剃光头，嘛让来吐蕃，但是呢，伊敢是真正的正港的佛门的地主啊？唔是。这时候大宗师啊，以受戒十分，和尚阿舍里等截之。就是问他，哎，你什么时候受戒啊？在哪个地方啊？受戒的时间是什么啊？你和尚阿舍里是谁啊？受戒的时候他怎么问你啊？那出家人会再讲一些话，你忏悔堂在哪里啊？你人拱你，你不知道要不要回答，因为你没有受戒，或是你没有在僧团运作，你不知道我们在问什么。你受戒的时候问什么不知道。所以他只可以证明这个不是比丘，不是比丘尼。就是出家人他有一个特别一些法，用问话就可以问出来，你这个是假的。有些是看动作就可以看出来了，这不是和尚。那个 gay。病隐不知，所以他说不知道，所以这是假和尚。所以呢第一关就是戒律啊。这就是戒律可以看得出来啊，所以妙以法除，故创弘律名呢，用显之法。再看30页这边哈，故创弘律名呢，用显之法与汝常解。所以呢，用这个律，
比如说呢，我们的戒定慧三学呢，那你我为什么要先讲律？就我先讲，你没有这个呢，先在做第一关呢来把关呐、啊，你哪有办法知道那个佛法、啊？你没有先上第一车，你怎么办法上第二车啊？啊、哦，这个定慧没有办法出来啊，所以用显之法，利用它来显发，来以后才有办法真正明了明白这个佛法。所以你要先懂律，于汝常解，其他的呢，哦，这个我们就常常讲的啊、哦，戒律的一些呢主要意义功能呢，它的大的作用啊、哦，所以这个是呢第一个名称就是比那耶律，所以律就是法啊。哦，再看引二戒啊，看31页。第二个名称，二者戒意，就二第二个就思罗。思罗是戒，如扎心论说啊，为内通法界也，广如后明。扎心论有讲到说，这个戒律，这个戒，你受的戒啊，五戒、八戒、十戒、具足戒。这个戒法是呢内通法，就是周遍法界。周遍法就是你受的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呢，你对有情无情的所有的众生都是呢一样的。而且啊，不是这个世界内通法界，你所看到的、所想到的，通通是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比丘戒也是一样，到哪里都一样。所以内通法界，所以是戒的意义啊，它是很通法界的，它的定义是这样，所以你要知道戒律的定义哦，所以你要懂这里的道理啊。所以我们在受戒的时候会叮咛哎，那你受戒的时候呢，你要知道这个意思，讲袂使讲啊，安尼唔通啊，我得伫我这个家庭，这个我安尼我做会到呢，其他我不爱我做袂到哈。哦，我搁爱抬鸡啊，吼！我搁爱迄落，我其他吼，唔是你受戒的时候，你袂使有条件。所有的众生，所有的地方，我通通不杀生，无条件。你要受戒，迄个心要安尼，安尼较得戒。你也无安尼，戒无清净，无得戒。你要的犯戒，那是犯戒的代志。哦，我过来抬一只鸡啊，我过来抬一下，那是犯戒的代志，你也惭愧。但是呢，你有受戒了，所以你会惭愧。不然的话，你就会觉得，哎，这个我可以杀，哎，我可以杀猪，我可以杀牛、杀羊，我只要不杀人就好了哈。戒律不是这个意思。所以佛法它的戒律呢是很广的，它的意义是说你要知道它的定义。哦，所以我们看这个字义解释啊，说次世戒律中初科引杂心论者，显示戒义。戒律的意思，我们现在在讲这个戒律的定义啊，会影响到以后我们受戒跟你持戒的态度啊。我们学习一样东西啊，所有任何学问你要归到原点，这原点主要的意义是什么。所以他讲内通周遍，无尽不发，无恶不尽，所谓见改，利用来不杀心、不讨得、不淫欲，无恶不尽，所谓恶利用来改禁忌，未使者。所以啊，简于事善，举暇不周。世间的显法啦，事善就世间的善法，减除，减就减除。减除不同于世间的善法，世间的善法怎么样？举暇不周。世间的善法呢，它有局限啊。哎，我刚做安尼尔，我刚呢，红啉茶啊，还是我刚呢，哦，做几项善事就好啊，其他我不爱做啊，无周遍啊。有诶，刚救一种动物，其他伊不爱救啊，伊刚救狗啊尔啊，其他伊不爱参。所以啊，这是不一样的。你受戒，我说我们会讲说啊，跟一般犯善不一样。你呢，一般呢没有受戒呢，犯犯善善的呢，虽然是好人，
你说你做好事就好，谁要受戒？你没受戒，没这个力量，没有这个约束力，没有这个力量，没有这个愿力。下面会讲啊，这个戒律，这个戒啊，要让你有这个力量跟变成一个习惯。但是一般的善法没有，一般的善行，哎，我的呢，请人啉茶，还是铺桥做路，安尼尔，还是讲我救一下物件，有想着开做。我们说魔王啊，他也会行十善呢，但是呢，他的方向不一样呢，他的愿力不一样，或是他要清净自己的身心的方向力道呢，搞错了，所以他变成魔王了。伊嘛好人呢，伊伫世间是做好人，但是为什么要变成魔王？那有些行十善，到最后为什么会变成呢？第四天，梵王、轮王、魔王，可能呢，他呢对戒律的清净呢，他没有持守好，或是他没有受戒，他也行十善，所以他会分别计较、嫉妒。生气，他会呢，这种杂染。但是你受戒的人呢，他会一直清净我们的身心，所以他做善，有受戒的人跟没有受戒的人就不一样啊，他清净的身心是不一样，所以简于事善呢，举小不中。下面呢，他会比较这个禅无漏戒呢，为情净发，皆非类通，这。还有两种戒，我们现在讲的是解脱戒，下面会再讲这个道共戒跟定共戒，这个呢我们下一节课再讲，因为这里呢你也要知道，我不受戒啊，我就修四禅八定啊，我也是好人，有何不可？为什么要受戒呢？我禅定比你们都厉害啊，你看有些呢其他宗教的啊，你也不一定有我的禅定啊，我也有神通啊，为什么我们会判你还是输我们，什么道理啊？这个呢，下节分享啊。那下节课呢，这个三个礼拜以后再上来，因为我们下礼拜有个国光堂的念佛大会，所以到12月7号再上课啊。好，我们呢今天就上到这边，回向。